应该说是这个礼拜以来全台湾最红的乐团。不知道那个大家看买专辑的时候啊，看那个感谢名单会不会很认真的看？其中呢，我们的感谢名单里面呢，有一个乐团，然后是1976的叔叔们。然后其实，我自己啊，我跟他们认识是在第一届的小草地音乐节，然后那时候跟他们一起在那个操场上面踢球。那想当初，1976跟田美浩都是我小时候的偶像，然后也是我的，我小班的时候他们中班。也算小时候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有很多很奇妙的缘分，就是我都可以遇得到他们这样。然后我对他们这个叔叔班的乐团很尊敬，因为他们的人非常非常的客气，然后对我们都很好，对大家都很好。然后好，你们应该很想看到那个两个台湾独立乐团界很重要的两个吉他手在台上一起表演吧？对，想。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1976。声音很低，所以听得要用力一点，好不好？小花在哪里？小花，小花，小花。你好，生日快乐！谢谢。刚才小龟跟我说，他是小花，是1976的歌迷，不是他的。可是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好熟悉、好熟悉的感觉。但是，对，生日快乐。今天是什么星座？巨蟹，巨蟹，巨蟹吗？我们的第一首歌是《不合时宜》。Thank you.